白宁，对对对，好帅呀！太帅了，太帅！我怎么又这么瘦？怎么白这么瘦？这不是我，就是。那我是什么呀？啊！回去。 分身啊，姿势不对，回去。他跟白灵的面部相似度、身材相似度为 98.6%， 三庭五眼标准。你说你跟他是双胞胎？对啊，我们是双胞胎。啊，吕翔，你过来。像白灵啊？像有什么用？他又不是，我知道不是。大家好，我叫吕翔，第一次当练习生，请大家多多关照。你们以为自己是谁呀？ 不就是还没出道的小组合吗？啥？你们就是A子啊？是啊。我之前听说这个组合还没出道就特别有名气，要不是因为后来有个出车祸了，不然你们早就出道了。出车祸的叫白灵，嗯，是我弟弟。你叫白灵，他叫白灵，他是你弟啊？你哥最近怎么样？我哥？我有哥吗？就是那个啊。 我哥，他在家睡觉。哎呦，总是找我麻烦。柱子，该你了。啊，该你了，胖子。 我要是……胖子，干嘛？找便宜是不是？找便宜啊！我是死了吧？没死，你承认我都不是事儿。行，以后你要是再敢认输，我就掐你的脑袋！掐！ 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而且对美的评判也不是千篇一律的。反正在我心里，我就觉得你特别帅，我就是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，知不知道你自己什么身份？练习生，练习生什么品质最重要？自尊、自信、好胜心。 怎么面对前前慢慢的对手？啊！以为只要有实力，不管长什么样，都能当明星，就连帅的这个我都屡屡受挫。何况你呢？现在真的要出道了，才发现事情。 不像之前想的那么简单，唉，想想还是以前的日子好啊。吃吃饭，睡睡觉，暗恋暗恋喜欢的小姑娘，那才叫日子呢。